An entrepreneur in China's Fujian is dedicated to boosting agriculture with technology. Kang Yingde returned to his hometown in Xiamen City after graduating from a university in Japan and launched a startup company. A dozen years later, Kang's company has become a leading enterprise in the industry. 我们那个厦门市政府刚好推出了种，那时候是鼓励现代农业发展，所以我们这个投资的一向就减少了很多，当初的政策一直延续到现在。我们这个中国的有句老话叫做苗好七分收，有了好的种子、好的苗，它就能助，它就预示着七分的收成，所以这个种业是非常关键的，种业能够保证整个品质啊，包括说包括口感啊，包括说产量的一个保障。 我们觉得说，中国未来一定是科技兴隆，只有把这种现代农业导入这个传统的这个产业当中，才能让这个传统的这个产业呢焕发出新生。乡村振兴这一定怎么讲？一定要产业振兴。那这个产业呢，其实把种植业做好，把一些新品种改良好，推广一些新技术，那让农民在这个自己的土地上产生更大的价值。我觉得这个在乡村振兴啊，就有提供更好的这些一个支撑。